那我们知音其实过去的2年中一直在网上练习，让大家能够集中起来唱一首歌，是我这2年的梦想。最近一个月，我们终于又在一起歌唱了，一起练声，一起唱歌的感觉太好了，是网络上不能代替的。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来演唱同一首歌，希望大家喜欢。谢谢，让我们音极大的一个谢谢。